哎呦！有什么可以挂着聊的啊？哎，好像真的有，等一下哦。这个，然后这个，哦，这个好像不行哦。嗯，Hello，等一下哦，我快虚脱了，等一下，我找一下游戏哈。可是这太久没玩，又不知道怎么玩，放弃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动次大每日还没解，还没开，等我一下哦，现在前面就是。找游戏时间，没有啦，比较类似高雄啦，那个有挺寒跟霸寒的，就把高铁那边整个堵住。我本来4点多就在买票了，买到的时候已经5点15分了，然后他建议我要坐的是5点55分的车，直达台北。哦。累还要开呀、啊！我缺钱，我缺业绩。缺业绩啊，一定要开啊！哎、欸，冬季宝箱。哦，顺便截取这个好了，因为感觉哪天会玩动次打。游戏截取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我开到什么。动次打。特定视窗完成。嘟噜噜形象不是。我的藏品宝库，打开。难得有看到，不是啊，我以为我很早就回来了，拖到刚刚欸，真的很累。哎呦，好吧，拖拉机。等下，我去拿水，我要顺便吃药。哦。你要他低调什么？什么东斯大啊？是东斯大夫，STARVE。好啊，可是他很好玩，就是他只要出 skin，我都已经会买，但是我会不会玩就是其次的。所以你看，不是这个，商店。全都打勾的，全都买了，但都没有在玩，就只想收集。没有啊，今天没有玩动次打啦，我只是乱开游戏啦，找不到游戏。我要先找个可以挂机的游戏挂着，然后啊，看来看去只剩这个了欸。
好啦，就你了啦，安装一下。取消，不安装了，那就开你了。游戏截取。来，关于这款呢，这款叫做《点点英雄》收集。收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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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怎么收不到？哎，卡住了。收集。开始任务。哎，我最后一次玩还是刚好是圣诞节，我的傻眼。我那时候就是圣诞节前推坑玩这款的。打开。然后开始这样子，然后我的手收嘞，我的手收嘞，我的手收嘞，我的手收嘞。等一下哦，啊，我的手嘞。对啊，我的那个手嘞。对啊，这是用点的游戏啊。等一下哦，因为我有买啊，可是啊，我的手都不见了。哎、欸，还是我要换游戏啦！天啊，我、哦、在这里啦，白痴哦、喔，我忘记我换掉那个了啦。白痴，我不能点呐、啊，我是先自留的哦，对不起。反正这款游戏有分点击流跟闲置流，我忘记我是闲置流的，就是我过往越久我越强。我现在先自杀给你们看，不自杀就是洗掉，确定，然后就是确定。好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那就点下点它可以拿钱，可是因为我已经玩到很后面了，所以怎么按呢、啊？我记得要加十 ，Ctrl 哦，等我一下哦，忘记怎么按了，设置，玩的话我不专业哦 ，Shift 加十个 ，Z 加25个 ，Ctrl 加，嗯。X 不是啊，我多一个加，我记得有个加很多的啊，我、哦、算了，都先100。购买个升级小人，升级。然后反正就是，它会自动一直下一关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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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关的游戏。这个出中文很久了，很久了，一阵子了，一二，然后他改了一大堆我根本看不懂的。哦，等一下可以开始来聊 CWT 的事情了。首先就是第一天下去嘛，然后就是一个人，真的是很孤单。啊，后来就是在饭店里面想说好，等夜猫来我们可以吃晚餐。结果夜猫跟我讲说他大概凌晨才会到，我想说啊干，凌晨才到，然后那时候看一下时间7点，然后就睡着了。
然后醒来就看到夜猫传讯息说：“教主，我快到了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你快到了？”然后看一下时间，哦，十二点了。然后还有发生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啊，也是夜猫那个白痴，他就是我们在吃完饭要睡觉的时候，按哪颗键是加最大上限啊？哦，算了，慢慢点。反正下次应该不会再开这个了。然后就是我们在吃完宵夜的时候啊，他也要睡了，结果就想说干，我没有睡意了，然后就在看那个看电视，然后电视就传来那个手机震动的声音，然后夜猫就吓醒，他以为有人打给他，手机在震动，然后他很急着冲起来说：“不是啊，是电视的声音啊，他好像根本没听到一样。”然后他就去看了一下那个电视荧幕，对吧？看一下他自己的手机。我靠，是电视的声音哦！我说干，我刚不是有讲？然后他就，唉，算了，睡不着了。就讲完这句话，又跑去睡了。啊，我还没吃，等一下我还要去，我要吃那个。反正就是一直挂啦，一直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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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他一开始也没这么强，是因为我有这个东西啊，这些古物跟这叫什么狗、啊？远古灵魂。古物简单来讲就是类似天赋的东西，像这边有人看，如果60秒内没有点击的话，我每秒伤害是这么高，所以我就是不能用我的滑鼠去点到任何一下，不然我这就变废物了。那再來就是钱加倍啊，然后点击的钱增加，英雄的那个力量增加，有的没的，就以此类推啊，就类似这种东西。然后就点那个闲置流的，我都忘记怎么玩了、欸。好，我边吃边吃面边聊天。那还有人就是说，哎、欸，教主超好认的啊！我说怎么讲？我说就穿那个灰色外套的啊。我就说，干，不能穿灰色外套吗？就说没有啊，你每次都穿灰色外套啊。然后我也跟他们解释，为什么我每次场次活动或是出去外面都穿灰色外套啊？因为我跟他讲说，跟他们讲说，那个是点点人还在西班牙的时候送我的外套，所以那时候我就答应他说，不管去哪边，我都会穿着这件外套，这样带着你出去玩。可是我觉得他是忘记这件事情的啦，对吧？所以，像我 CWT 暑假场的时候，我也会带着那个灰色外套。只是如果真的太热，我就是把它绑在腰上，这样子。你们有注意的话，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拍照还是怎样，灰色外套都会在我身上。没有啊，就很好笑啊！那时候是在拍那个，我就是下午要出去拍照，然后就有人说，我就问说，哎、欸，很好找、哦，我说很好找啊，你就找一个穿灰色外套的就好了。只是现在真的有累到有点呛啊，只是可能不能玩一些太烧脑的游戏，要玩一些简单的，比如找蜜蜂之类的。等一下要看我找蜜蜂吗？而且今天发生好多事哦，像韩国瑜的那个嘛，挺韩跟霸韩，还有秋风的那个婚礼，还有 CWT， 而且今天 CWT 很摊位超级超级少哎、欸，只有一楼而已、欸，二三楼以上都二楼以上都没有摊位耶、欸。
而且今天超多人吃两摊的，就是一个摊主两个摊，超多的。高雄怎么了？高雄场怎么会这么的空啊？这次我猜会早一小时，早什么早一小时？明天还会再漫展吗？还是只有今天？就都第一天啊，我已经人在淡水了，你要我今天再赶一下高雄哦？早说嘛，我就今天不回来了啊，今天在等那个等到快死掉了。不对，我记得可以，怎么可能？我记得可以啊。靠，低能弯道技能了啦！我还好，不是点击。像这个东西，算是里面的点数商品，可是它的点那个游戏币可以得到，从里面获得，我就从里面获得。那他是帮忙点击的，所以对我这个闲置流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。哦，找蜜蜂哦，等一下吧，等我把我的面吃完，我的晚餐还没吃，你们乖乖挂着不要离开哈，我最近缺业绩哈，可以当分业仔没关系，我愿意。人嘛，十二月太忙了，我真的反正照理来说应该是好好休息嘛，明天再继续开来，可是不行，能多赚一点就是要多赚一点，我现在心态就是这样子，而且明天起来第一件事情要先剪片，剪明天要上传的片。我本来是想说，今天提早回来嘛，而不是提早回来。今天如果早到家的话，就可能七点开到十点左右嘛，三个小时。然后十点到十二点就剪剪片，然后上传明天的，然后传完之后中午后继续开台，开到晚上这样子。啊，被打乱了，而且好累哦。傻眼，而且这次摊位间隔超级宽，摊跟摊之间的间隔超级宽，所以后面可以容纳超多人。没有歌会不会很无聊啊？我播个歌好了。因为有点无聊，我来找歌来听哈。不然就来听这首吧。欸，我其实抓了很多背景音乐，可是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是，我只是觉得好听，可是真的拿来用很少。比如说像这一首。对不对？像这首。我就不知道拿来搭在怎么上面，因为我觉得我的风格比较像欢乐那一种，这个是比较轻柔轻快那一种。靠，不是版权问题，是我只要播版权的歌，你们 FB 看台就会开始卡。因为 FB 会抓版权，所以有时候
别人为什么有些玩 LOL 都播一些版权的歌会越看越卡，就是他们 FB 会去抓音轨。要试试看吗？太优越。O W 灌地图用，没有，对。哎，这次愿望清单是我买的游戏都已经买完了吗？我觉得我愿望清单没有一半以上都有特价啊！啊，怎么看兔窝说一半以上都特价啊？我看没有啊，我平均四款游戏才一个特价哎，是不是被我买关了吗？啊，有一款游戏我看一下有没有买内容。哦，20%还那么贵啊！我想说买那个《宇宙冒险二》，《宇宙冒险二》也很好玩。大富翁死因，大富翁又没特价，怎么这样？哦，僵尸生存有特价了，好哎。末日之末日什么过的忘记了。有特价、啊，哇 ！TD 6又18块了呢，买起来买起来！TD 6又18喽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泰拉瑞亚应该有特价啦，看一下哦。现在没有在同个页面，真的不好逛，真的。泰拉瑞亚半价、啊，10大棒40%，哎、欸，魔物猎人60%，哎、欸，比半价还多哎、欸，哦，那这价钱真的是很漂亮啊。因为我那时候以为魔物猎人是1200多块钱，搞错了，1900多块钱，搞错啦。等 Tina 拿到2000块，要等零鼠吧？先要等零鼠给 Tina 2000块，不是吗？哦，那2000块你们是要拿来买那个哦，魔物猎人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们要早点买，会不会来不及呀、啊？还是没有什么推荐的游戏啊？因为总不可能都是我这边找到有兴趣的游戏啊。搞不好你有发现什么游戏是我忽略掉没看到的啊？他说我有1373代币，那是怎样？是要叫赶快花掉吗？还是跟那个？跟过年那时候一样，就是你买多少会有多少代币，好像是哎、欸，可是我们游戏买了、啊，
现在都没有你感兴趣的游戏，所以我不太好挑。约快影院有玩啊，那个叫什么？自己组合一个车子出来的。建设不是虚拟实境第一人称射击游戏、军事模拟、视觉小说、平台游戏、砍杀游戏、体育游戏、即时角色扮演、模拟格斗、音乐、战略、生存、生存，好点生存，生存类游戏。啊靠！一半以上都是我已经加入愿望清单了，白痴哦。罚嘛，东子大、啊。那种 PUBG 是生存类游戏啊 ，Day by Daylight，ARK， 野人模拟器，泰拉瑞亚 ，Don't Start Together， 哦，还没玩过这个哎 ，The Wall of。MIN 是什么？咪，缺氧。啊，还有 No Man's Sky 啦，在找想找时间玩。啊，我又忘记吃面了啦，看看安安哦。那很多游戏都是生存类啊，那《Baldur's Gate》也是生存类啊。